双鹰造势拼人气，关心基层更是不容马虎。台湾东部连日大雨造成不小农业损失，马英九、蔡英文一前一后赶往台东勘灾，马英九更夜宿台东了解灾情，避免对手做文章。台东连日大雨，农民损失惨重，世家园里的世家还有稻田的稻米被水泡到烂掉，就怕又被批评慢半拍。台湾领导人马英九紧急取消了竞选行程，火速搭机到台东听取灾情简报。旱季更旱，然后雨季水更多，那这就让我们会担心啊，这种情况，这种极端气候啊，本来是异常的，逐渐逐渐好像变得有点正常，因此我们一方面农委会啊，恐怕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啊。看到灾情如此惨重，马英九一脸严肃，难掩疲惫的神情。晚上夜宿台东，二十号一早又马不停蹄赶往世家果园看灾。拨开世家，果肉都烂了一半，马英九眉头深锁，立刻指示做出农损赔偿。我跟行政院吴院长还有农委会陈主委都通过电话商议好了之后，我才做出这样一个慎重的决定，绝对不是看到这个产品就在这边喊价。亲自下乡勘灾，马英九尽力抢救农民损失，另一方面也怕这波大雨农灾又让自己流失了农民选票。欧亚卫视网乔治林俊峰综合报道。